气气，真正加起来就是一个英雄。我讲你台东人上顶的就是这个人，本土上无敌。海天破地头一摆，这边放的炮大概有500斤油，有。今天要上场的是台湾三大炮击，看在台湾的故事，挖掘台东邯郸爷的大秘密。你在干嘛啊？在干嘛啊？来，哎，来！红头巾、护目镜、红底裤，手搁戴青眼镜，边还搁有人摕扫帚护驾。邯郸爷相传就是武财神赵光明。因为赵光明在生时阵就真惊寒，所以邯郸爷出巡信众就放炮啊，为邯郸爷驱寒取暖。这个阿斗啊实在是太勇敢啊啦，竟然敢来挑战咱台湾三大炮之一的炸邯郸，而且这场炸邯郸现场包真侪外国人来体验，有炸了真爽的，无把炮啊惊到的。知影因对这款特殊的庙会庆典有啥物看法嘞 ？It's crazy, I have never seen this kind of thing before. 哦，伊讲唔捌看过啦，之前都唔捌看过。阿婆，这是小妹广告来。So how do you feel? Are you ready? Where you come from? Brazil. 巴西。刚刚讲这真正出刺客，正经拢毋捌看过。伊在巴西嘉年华，可能就安尼俩，咱个搁较酷。哎呀，一掌啦！英文歌真牛啊！一掌，一掌，一掌。你好，你上线。来，他们是国外交换学生。交换学生啊！哦，所以来这边算是体验我们这个大韩团的活动，对，他们是全世界不同的国家有120个学生过来。其实我们台东的人民都是从台湾各地移民来台东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身上都没有什么的家当，就是这是一个勇敢的象征。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台东的精神。台东的炸邯郸其实也有此一说，说邯郸爷是地方上无恶不作的大流氓，之后被村民捆绑用鞭炮炸死，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相信邯郸爷是武财神，鞭炮炸越多，邯郸爷赐财富就越多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台东炸邯郸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元宵活动。因为老婆凶哈，什么都不怕。老师兄什么都不怕，那我们可以看看你的伤口吗？还好吧，你看呢？哎，这个都是出血了呢，所以真的痛的感觉是还可以接受的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嗯。所以等等，我还要再上去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真的？但是你的衣服可能先要脱掉，要不然他会。我不要。看到了吧？防护衣加上气球，先让我来试试看炮手般的功力。不然到时候真要肉搏战的时候，恐怕会伤了我结实的身躯和我帅气的脸庞。应该跟那个肚子来了，真的到这里了。反正这几日等的就拢讲无啊，你今日我开始惊啦，你惊了无啊？对丢，免惊啦，我今日就出来的，所以我应该要注意什么呀？呼吸上要紧，哎，啊，空调停下就好啊。阿弟，莫惊啦，这是感谢你加油，好，我今日出惊了。咱镇头气流程一定要对伊参悟一下啊！台湾这三大炮无参悟哪会知啊？阿多拢去哩啊！咱台湾人无该拼拼哪会知？真的哦，真拼啦！好啦，该拼啦！喂，您好，请问现在有离开台东的飞机或火车吗？哦，我好想立马离开这里哦！为了收集台湾三大炮这个前无古人的创举，我会不会太逞强了？对
谢大家。好痛啊！丢胳膊了，而且好痛啊！连穿这个都会痛啊！哎呀，一百四是要安怎啦？而且我耳仰用表情有够痛的啦，你看我耳仰拢红去啊啦！哎，耳仰跌跌耳仰筋跌一千个，够够痛啊！你见过？够老哦，后边够有哦。老啊，拢无啊。哇，真的呀！大姐，你真的前所未见，真正真正是快乐，我看你袂跑，啊，够有迄落真正。风炮更加强烈的感觉，因为你看咱平常时参与遐迄落炮啊，拢是足侪人同齐参与的。但是这些人知哦，就是我一个标靶，啊有一百支枪伫甲你扫射，迄种感觉你知影无？你平常时咱参与啊，拢是一百支枪，一百个标靶，这是一个标靶，一百支枪，都会目睭无？呀！但是感觉很好，感谢邯郸爷甲我保庇。哈哈，身为顶头家的刘德华，最后是将台东炸邯郸、咸水风炮、北港雷炮、这台湾三大炮完全新贵派。你讲这新贵派？哎、欸，新贵派。啊，蜂蜜蛋糕嘞？蜂蜜蛋糕就是这個，这個、就是蜂蜜蛋糕。哎、欸，因为新贵派较细片，啊，这蜂蜜蛋糕嘛一条一条，一个一个，所以这是蜂蜜蛋糕。啊，鸡卵糕嘞？这就是鸡卵糕。哇！啊，这就是鸡卵糕。了喂！小华爸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饲伊食鸡卵糕是安尼点会开去哦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种物件吼，本来就是做开路炮，我这个开去了后，边只对咧也较好。哦，就算有点指挥的这种结构的对啊，只是炮手。烟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令人不敢恭维。这个机会吼，去顶一顶吼，去体会感受一下吼。啊，这会使讲，阮台东人早下等的精神就是用惊听，用惊艰苦，哎，用种精神，我相信吼，你是未来明日之星啊。哎呀，是哦，这句话就一个台人要来咪考虑看卖，要汤我摕无？你讲阮每一年吼，拢会办足济活动，是就敢若讲咱早下等吼，这传承恩师。对。阮每一年拢会训练一批新进的人员。啊，来加强我的点头的内容啊！哇，会当讲是传承呐、啊。再讲这个活动吼，过去伫当六十年前就有啊，啊演变成阮地方的一种特色，嘛演变成阮地方另外一种的文化。七十九年才创长至今，啊，甲七十九年创长甲今年。对哦，今年是第二十四个年度啊。啊是是。哎，这今年的正月初六，甲请出来遮开堂安坐。哇，所以咱都趁便来到遮这个新的所在，啊来跟咱邯郸爷。所以伫咧这个新的一年，佫特别办遮遮尔啊侪新的活动，予大家体验，就予大家佫较闹热。是啊。做伙来，咱来奉上咱的邯郸爷，做伙闹热一下。不过，虽然替邯郸爷高兴搬了新家，但是堂主终究不愿意让我了解印章和神水，看来我得去找我的好妈鸡了。哎呦！这辆车装潢得很漂亮哦。OK， 都是小朋友哎。其实你内底这种空间啊，会感觉感觉就有被保护哎。好心我去体验那个炸邯郸做恐怖哎，我若是穿这书就好啊，你感觉嘞？穿这书就袂碰到啊哈。对啊，你看你保护。哦，阮有一尊含南北大尊的妈祖。含南北大尊。是。哇，所以恁就是这特别量身定做的。吼吼，阿姨兄，这回你开动棍啊哦。相信这台红鸾车出去游行，绝对会当吸引所有的人的注意啊！既然炸邯郸已经是元宵著名的活动，当然就会为台东带来观光商机。借由邯郸爷的文化意涵，制作相关的周边商品，更能让游客带走深远的意义。邯郸爷出巡必备天地扫，阁袂歹看呢，这敢有啥物意义啊？天地扫就是有分为天扫跟地扫，啊，天扫是在帮他扫，阳间的那个正对不好物件，啊地扫就是在帮他前面开路，扫一些那个阴间的嘿。哦，所以天地是合作会较有效的对吧？哇塞，台东的元宵妖精，台全体总动员哦，盖老的盖好看啦。哎，那不是阿英娘的妈祖红鸾车吗？果然妈祖婆坐伫顶面。朱鼻中带着中洋气势，而且头前阁有哥哥护驾。哎呦，小仙仙参见各位哥哥，
哥哥们万福金安。你叫什么名？我这个名吼，听好势，听好。破山真难转，破山真难转。对，你这是有什么特别意思吗？特别意思。破山真的很难转吗？因为阮后山吼，讲实在无工具啦，吼嘛无企业啦，所以讲阮这啦，甲无什么企，无什么工具。是。我是阮住了跑山的人，我嘛希望讲，阮的元宵节吼，甲办落较闹热的，办落较无同款的。是。希望大家吼，拢有再来阮后山佚佗。进入了元宵节，台东人已经准备好啊，要来庆祝一年度上届重要的节日。但是邯郸爷的岁运甲薪水，也是无法度来破解。当初要来清洗，即马要来甲换一条新的黄布，吼、哦，啊，换杯清洗，啊，伊。有过落雨，受过十灾吼，阿姊是。我过换一个新杯。哇！新杯。谢了，谢了。大哥，他们外甥过来。这很武当的玄机，这玄机这袂当看。登落，啊我看者，含这你也要骗落。大概若是封起来，就是若是换，嘛是安尼换落，嘛无得看。我嘛袂当看，拢无得看。所以到底咱这个世界上有啥看到这个因啊？迄啰也知影咧，也知影咧啊。哇，真好！听讲这有真侪效果，会止红。消肿退红，消肿退红，佮会解毒。因为咱泡烟都有哦，泡烟解毒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你若看咱泡烟崩着，即转落，所以缩起来。好棒哦！哇，哎，小可凉凉的。啊，即若有空嘴有无？要佮缩起来。是哦。泡啊，退咧。你想要为着要分这条鱼去摸家己呢？袂啦，我伫这里啊，阿呆啦。无论是印章还是药水，这都是玄武堂对肉身选手的用心之处，从心理和身体给他们强大的信仰慰藉。我你敢看这个火星有大个无？果然肉多比较好炸。相信这款药水一定有伊的功效，啊，若无，哪有这么侪选手愿意徛起你身高，接受这么侪跑的嘶吼嘞？即马美丽现场要来开始了，来，跑啊，我准备好。有看到无？我这个是蜂蜜蛋糕，哈哈，这真正是我第一届开跑。所以我现在淡薄紧张，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很好，很好。所以你会不会怕我的第一个开炮炸在你身上？谢谢你的开炮。你说什么？谢谢你的开炮。哎呦，竟然是用谢谢的方式，阿龙我都无客气啊。来喽，我的第一个开炮就准备开始喽。开去，来开。辛苦，调班的，调班的兄弟，你倒来，调班的兄弟，哇，辛苦，咱互调班一个掌声好无？调班嘛真辛苦，是默默去用扫，你看伊飞行机怎个样？全部拢是包袱。今年安尼过炸了，对炸。其实恁虽然拢是伫边啊默默安尼跟，啊，即摆其实恁家己的感受是啥款？较顺，较顺哦。
水啦，个人一个破声要收命啦！帅。但这是台东人在中断五年后努力争取的文化资产，一年也就只有这两天而已，何不打开心胸的，像您所信仰的宗教一样，博爱世人呢？而面对这得来不易的成果，大家更该谨记当年为何被禁的原因，珍惜并且发扬光大。